分享完之后先读两句好吗？先悄悄发的。嗯，有奖分享吗？哪一把？就落在鸟在留在这乱七上哪有我老婆我母。你要干嘛叫嚣？都拍手了，都没有事啊。哦，这名菜了嘛，要喝点我和女儿用的柠檬汁，很重的是嘛，那是大力哦。哦，有种的毛呢，那叫木兰糕了，用去倒了，再用啊，用倒了。够没多？没多。这点菜呢，菜量菜多，所以吃饱饱饱饱就多哎。要那吃卤的节，差不多在那在卤节，不同菜好多味道高。不用去洗卤条，去洗盐，要去塔子打卤条，一样的。卤和跟着打了不用油，你说。主要的那叫米油啊，洗盐点的，炒蛋比较老那些嘛。哦，那没有，龙岗腌制卤条，搞不成了，到那点弄成了，龙岗这些点了，因我点了还呢。没有，那叫的没有，在炒蛋，那点没事。可是都洗了不呢？那个点锅子给肉也炖了些。个啥的啊？你就不捡了？那个毛毛车都捡了吧呢？开个包的啊？我等你多少人过来？